被到二泽谷桃园市的弱势家庭，桃园市民政局同桃园公立的合作，推动的是向变相的计划来照顾弱势家庭。中岛区福德里的里长王锦华系讲，大埔、石狮、石安同分享一个方向，向下来做，爱讲采天食材、采天积极的理念，安尼社会就会按到大上台，行下支持到弱势家庭的基本生活。每礼拜二、拜五，李总跟职工都会去安心店家，在食品物资柜里盘供处，经过职工员详细检查、检点，确认食品安全无问题过后，再抗议食用品商等情况人士，还有有需要的民众，唔是前来量。每个礼拜二、礼拜五这两天，我们都会办这个思想冰箱的业务。也是固定的时间，让他们这些有需求的人直接来这边领取。桃园市民政局表示，为了保障食安，今年韩国工业卫生局向下为民众员送安全卫生口罩，就是为顾好食安，让本来量的民众吃得韩国安心。我们希望这个思想冰箱的推动能够可长可久，所以将这个食物安全的检查部分把它制度化。那我们也感谢所有的里长的支持，除了来参加我们各项的课程，那也愿意加入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检查的机制。桃园市民政局表示，食用平常计划对111年推动到今，已经设计69个点，分享超过12点人人共吨的食物，照顾对象超过130,000人次。对里长到局处，甚至系熊猫跟慈善协会，拢强下工业，展现社区的合作能量，麻烦各界的爱心，做得继续扩大。客家新闻罗恩塔，桃园报道。